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听说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关于迷彩配色的衣服或者裤子。想到迷彩 ，Baller 最先想到的是部队文化。这几年迷彩元素越来越流行，咱们也得跟上潮流。这款休闲宽松的迷彩短裤，原始军绿色的很骚气，无论打球还是日常穿搭都可，很有夏天的气息。大伙值得冲。肯定有很多球迷也是军事迷，兵哥哥给人的感觉就是满满正能量的，就像这件裤子的配色一样，绿色原本就是积极性向的颜色。 Baller 更喜欢的是裤脚的设计，采用黑白红三色拼接而成的齿纹环绕，个性独特。裤子属于宽松的版型，不卡不勒，五分的长度刚好露出咱们的膝盖，这样打球健身过程中动作不会被束缚。专门按照运动员的体型设计，腿粗 PG 大的兄弟们也能轻松驾驭。日常穿搭搭配短袖或者背心，走在街上很有美式街头范，正好露出咱们健硕的小腿肌，给人一种满满安全感，路过的女孩子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裤子中间大部分是迷彩绿的色块，很亮很显眼。裤脚和裤腰都是三色拼接，整体看起来很有层次感。采用 100% 聚酯纤维面料，专属运动材质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柔软轻盈，穿上亲肤合身。炎炎夏日具有吸湿排汗的功能，肉眼可见的小针眼，透气性十足，还是速干的。图案染色都是一体式的硬质，不是市场上的胶硬板，摸上没有任何突兀感，图案细腻与裤子融为一体，彩绘清晰立体，不掉色不脱裂，人性化的设计。裤子还有很多细节，抽绳外露，可自由调整裤腰大小，运动时系上安全无患，休闲时随风飘荡，充满高阶感。两边还有大容量的口袋，放手机或者一些小物品都非常的方便，运动穿，约会穿，睡觉也能穿，一举多得。颜值功能双在线，性价比特别高，夏天都到了，短裤也得备上了，趁着现在价格美丽，赶紧行动了兄弟们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